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今天我们继续游玩环神节，那我们现在要去找汾阳古墓中的韩无沙，取他的内丹，救治龙叶姑娘。Go！ 不过我们不用特别靠健身练功啊，因为我们都有修改器了。这门的确纹风不动。看来土石风化，而卡斯门走了。这下我们该怎么办，二师哥？不然让我游进去，再从里面开门给你们进入。这不成，里面凶险难测，萧兄孤身一人，必定危险万分。我不能让你去冒此险。但是，哇，怎么有人打木上跳下来啊？咦，是前辈？哦，是你们！我当这怎么有一股妖女冲天？不会是你们杰作吧？那个地界的女娲儿呢？该不会？不，前辈，我们托你的指点，已经找到太渊隐逸前辈了。龙叶姑娘正在前辈的居处歇息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那么，他对血魂之系有责吗？太渊隐逸前辈表示，可仗以血灵神珠阻挡血魂之系百日，而此墓中盘踞一只千年蛇精，我们就是为了取得血灵神珠来此。但是，哦，就有困难吗？是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林千阳一行将情况说明给剑圣武英仲听。一般人来想，或许只要破木而入即可，但所谓打草惊蛇，若要活捉，此举是不成。如此看来，只有水遁方可奏效。我去青山借取一样宝物，如此应可解决你们现下之困。你们回去太玄谷，将带物的人带来此地，我与你们再次会合。多谢前辈。帅，来无影去无踪啊！前辈，我回来找你了，前辈。啊，你们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啦！那好，我就去找草金带路，咱们就在汾阳古墓涡流处会合吧。不过当初我一开始玩的时候是没有修改器的，所以那时候我蛮佩服我自己可以玩完的。啊，李老板跟我一样。哦，你在这里，走错了。哦。带路者到了没有？应该到了，请垂位随我来。剑圣吴英仲加入一行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剑圣啊！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他们三个旱鸭子下水嘞？他就是要带你们下水的人，你们可知他是只狐精所化？喂喂喂，什么糊不糊的？我叫叶明龙，你是什么？人眼看糊低啊，糊得很邪恶吗？我不能修化成人形吗？我想学做人不行吗？师傅说，只要我有情有义，有理有信，比一些禽兽不如的人要强多了，不是吗？小狐狸，你让我吃惊了。跟你说，我叫叶明龙。我现在是人样，你叫我小狐狸，我可不高兴啊。叶明龙，见过不计其数的精怪，能让武英仲吃惊的，你倒是头一个。哼，我连让你吃惊的事还多着呢，
等以后师傅要放我下山游历时，哼哼哼，就是我光大师门的时候。啊，又在夸大话了，还是闭着门的师傅又知道。我这接到一个真龙金玉，等会我交到叶明龙手上，再送梭形之中，我们就会梭形这颗真龙金玉之中，再交由要下水的人带去宫窟里。到了之后，我会再念诵咒文，如此我们身形即可复原。果真是个异宝，我没在此多谢前辈。不过前辈，你刚才说我们，这是指……嗯，我听说了传说，看来这古墓内的蛇精十分厉害，所以我跟你们一起去会一会。原来如此，晚辈感谢前辈助拳之力。不需客套，那么诸位准备好了吧？我们这就开始。哎，这就是真龙金玉，你给拿妥了。好。那么我这就持诵法咒。哎，真的说清这颗球你了，现在就换人登场了。嗯，虽然不是我。草金，草金，快点出来了。嗯，交给你咯，没办妥我就把你掐成草汁。给。不不。嗯，这就是古墓内部了，真是辛苦这只小精怪。走。不不不。接下来大家就各自当心点，咱们走吧。哇，五音重六十等，哦，帅哦，哇哇，这个侧脸哦，只靠一个长剑跟步跑，哦吼吼，拽个二五八万，哦，先存个档，太帅了啦！绝学，哎，绝学，哎，哎，绝学，无极天光，建设五音重成名绝学，最终真元将斗技化为实体，对敌方进行攻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剑圣招式啊，然后先把这些东西拿一拿。这边敌人很多，很烦。但经验值应该蛮高的啦，所以这边可以练蛮高的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这边第一次玩的时候，在这边练到三四十等吧，有点忘了。佐助，罗鬼，2680，火车子，我们拿三个哈。哦，青铜战甲，哎，不是。诸人祭剑，诸人祭剑，焚阳古墓，出手法医，哎，都没有，火折子呢？第几个啦？火折子第二个 ，OK， 三个吗？不是，在哪里呀？第三个火折子。好，我们要把火折子放进去。
有了。就可以走进去了。嘿，是你们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明明把所有路口都封死的。这叫做百密必有一疏。韩武少，你也辛苦修炼千年，我们不想伤你性命。只想借你的内丹一用。借我的内丹？看在你们这个几个英俊的小哥份上，我是可以考虑考虑。不过，有没有还给我吗？这个可能就没办法了。什么？这哪像叫做商界？这根本是夺取嘛！万物生长不就各不相干？可是你们人类就喜欢占着权势，巧夺横夺，巧取横夺。拿我的内丹，这跟我取我的命有何二致？孽畜，口中光明堂皇，但你拿拦路商人，难道可以抵赖吗？我商人，哎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我可从不勉强不受诱惑的人呢、啊。像是上次有两个小和尚，一个是迫不及待。另一个可就是一心不动，下场可想而知，不是？这些接受了我的媚色引诱，而我只不过吸取他们精气来采补，可从来也没要过他们的性命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些家伙是不敢承认是自己色欲熏心，横竖是死无对证，就赖我强迫伤人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一口吞吃他们才对。那你道行所修也非正道，交出来救人也不冤枉。好歹是我辛苦所得，要平白交出，休想！好啦，直接主角哎，不是剑圣，直接无极天光给他下去了。然后光。光系是这个吧？点不到，哦，不是，咒术，神威天光，绝技波风枪，我还以为一击必杀，结果没有。怎么点不到？我点到了，有时候很难点呢、啊。啊，怎么办？点不到。小心有没有性病？人兽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他化成人形就不是，就有地方了啊！不能讲太多，等一下被黄标，就可以弄了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说就可以共度春宵了。他化为人形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觉得他血变多了？好像薄风攻击比较快哦。剑圣用薄风攻击好了。啊，薄风攻击比较痛哎，不是啊，比较快啊。用南风神行一下。
冰块好多。哎、欸，快打死了，快打死了！你这样两个头呢？哇！别说了，荒木杀我来了。因为高皇君是学习咒法的，天兄们有分咒术跟剑法，然后高皇君是学咒术。师妹，请你先帮他一个伤。好的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内丹交出，就可以不必受这些皮肉之苦了。很抱歉，我真的需要这个血灵神珠救人，我也不需害你性命。你不杀我？但是你们取走了内丹，我的修行岂不功亏一篑？我真的很抱歉我这么做，但是我说了，为了救人，我别无他法。但我保有你的一点真元，你还是可以继续修炼，不至变回原形。算了，或许这是我的命吧。只是千年来，我看遍人类的凶残自私，每个人都是任意的依自己的私欲伤害所有，予取予求，包括对自己的亲人，就更别提像我们这种你们眼中低人的禽兽。每个人都是自我傲慢，高高在上，何曾见过有个人在伤害我们之后能够如你这般说句歉意之言呢？罢了，就当作是我的报应吧。不过我还是感谢你们的不杀之恩。哎呀，糟了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出去啊？我倒忘了你们是凡俗之身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一样法宝前行仪，不过这必须搭配有习咒之职者使用，以后有施术者使用便可带你们脱离迷障。习咒之职？哎，有一个刚走马上任的咒术师呢。又来了！你们又一起看着我做什么？如此记住使用此物的方法了吗？是的，晚辈记住了。那我还得继续追查神剑的下落。一旦我们将地界女娲儿的伤治好了，切记回松山神武关找斋女司徒印，请她指示你们接下来应做之事。是的，晚辈记住了，恭送前辈。好，我们用天行仪。天行仪，好，我们用天行仪。天行仪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哎，不是游戏比较重要吗？你们果然顺利拖出古墓，现在还是赶紧将显灵神珠送到太玄谷吧。显灵神珠长怎样？没有，显灵神珠不会在道具栏里面吧？看起来没有，对，没有。